大家要知道啊，做生意咧要好多嘅元素去配合嘅，咁先有生意做喎。嗱，一条彩色嘅水龙珠系可以帮到你嘅。如果各位想知道我 Peter Sir 最新的水晶资讯，请订阅我的 channel 同埋揿呢个钟仔，追踪通知，我每日会准时12点同你见面。嗱，有位 fans 就系咁嘅，佢咧就做生意嘅，佢话 Peter Sir， 嗱，我自己咧就有带开呢两条水晶，就是、基本嘅，嗱，做生意噶啦，一定系啦，610啦，系咪 ？OK， 好啦，招财噶啦，黄水晶啦，黄发晶啦，咁样，好啦，呢两条基本嘅，咁但系问题，佢话自己就好似有阵时冇乜自信。吓，又好似即系点讲啊？沟通方面嗰度咧，就好似点讲啊？麻麻地，咁有咩可以改善佢，令到佢自己可以好啲嗱？你可以咁样啦，你可以戴下呢个紫李辉，点解？增加自己个人嘅魅力吓，又或者好啦，呢个紫水晶吓，同人缘有关嘅，多啲人中意你啦，吓帮助你啦，好啦，又或者呢个咧吓 ，Tiger 吓虎眼石，令到自己有自信。咁咧嗱，因为点解咧？做生意记住啊，因为咧你如果吓，即系点讲，内向啦，冇自信啦，沟通嗰度有问题咧，嗱咁样好难同你成交噶嘛。咁如果嗱，你想会好啲咧，嗱，好似 Peter Sir 咁样，嗱，彩色嘅水龙珠，嗱 ，Peter Sir 都系做生意噶嘛，就咁样啦。彩色咧就点噶？你要阳光嘅吓一个感觉啦，令到自己好 sharp 醒嘅，受人哋欢迎喜爱嗱，咁样咧呢个咧你可以考虑下，亦都可以帮到你噶。